欢迎登来最新新闻的现场。选举进入最后五天啊，台北市长侯龙斌是全程南下，为伊的好兄弟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洪重金来加油打气，同时赠送发财金，祝贺乡亲财源广进。总部是特别安排新竹和高雄市长陈菊、陈小刚的陈雅芳和侯龙斌同台，为洪重金来加油画动算，现场的气氛相当的热闹。应该了。立委洪重金提到嘉义德佳等地的主要良产，需要协助行销拍开通路，因此伊也将比较办理行销嘉义的主要。好，两边市场当场温暖乡亲，那让洪重金顺利当选连任，以保证嘉义的蔬菜水果农产品行销台北市的时，在小管道一定畅通无阻，保证介绍权益有保障，让县市合作共创双赢。重金伫每一边农产品滞销的时阵，也是讲咱农产品产销过剩的时阵，咱大概我拢直接拍电话来拜托咱的侯市长，叫伊来专业给咱帮忙。像顶一站起亚代志，重新拍电话回了后，伊会当替家己关销掉两万斤的起亚，会使讲对咱起农造成真大一个帮忙。最近咱主要都开始在下，都开始在生产哈，啊，重新也特别拜托伊。这段中间会当作再度来促销咱嘉义县的蜜枣吼，和咱嘉义县在枣啊，会当卖到好价钱。前两天翁委员又请我来行销蜜枣，我已经打电话给我们的农产营销公司，跟我们的商业处，所以我们不仅农产营销公司会到嘉义来跟所有我们的乡亲采购高品质的柿子枣子，同时我们也会挑一个周六周日在花博的公园里面来行销蜜枣，到时候我相信一定会造成一个采购的高潮，因为台北市民非常喜欢就是高品质直销的方式，好价钱的一些农产品，这也是我跟翁委员过去我们合作成功的案例，我们也继续会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因为宜德乡亲林世芳特别送来十五箱，家己在宜德乡北江鸡棚种植的牛奶蜜枣，为宜德人的子弟老龙派立委洪重金温情鼓励，两人同时前来力挺洪重金，真正好巧。洪重金感谢之余，递赠部分蜜枣和好市长，早等于协助增加销售通路，照顾农民生计。基于这交由人间文教基金会邯郸送暖，送予弱势团体的朋友，希望好市长和嘉义乡亲拢能找到幸福。新闻新闻就来先播出，其采访报道。